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清蒸地黄蟹。我今天购买了一只地黄蟹，六斤重，就做成清蒸。首先把蟹清洗一下，洗干净以后装进锅内，加点清水。蒸蟹的时候要冷水下锅，以免掉脚。加一勺盐。放一块姜，加个葱节，盖上盖子，就可以开始煮了。大火蒸半小时就可以了。现在打开盖子，关火取出，先把葱节拿掉。哇塞，太大了，超大个一个，你看，脚好大。好了，今天一道清蒸地黄蟹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点关注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